亲爱的兄弟姐妹，很感动，也很高兴能够借着这个简单的节目拜访你们一下。你们现在去拜访不可以，不方便，你们不能来，我也不能去。感谢天主，这个简单的节目给我们机会继续跟天主来往呢。首先看一看我们在哪里，在我们的圣堂，很清楚的嘛。那提醒我们每一次来我们的圣堂都被提醒，事情不止于理，我们的信仰不是理论，而是止于爱，很具体的爱的行动。但是我们的可以说天主教的信仰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回事。那为此开始我们会听那个天堂的圣歌，耶稣基督是生命源，记得吗？我们喜欢唱一边撒圣水一边唱这个圣歌，耶稣基督是生命源，来到我们的身上。耶稣是我们的生命源，平常我们来天主教堂听道理、唱歌、领圣体、领圣血，或是嘛天主做过这个理解降服我们。但是现在我们的主教有一天很害怕担心，哎呀，现在教友不能往弥撒了，是不是他们会跟脱离关系？你也问我林神父，你也很担心吗？我们会跟天主脱离关系吗？实在说我不怕，你们还是会跟天主保持更好的关系，因为我信任在家庭你们会抽出时间，安排时间祈祷，方法都不同。过去我讲过安安静静的念玫瑰经，我跟我们两个兄弟天天的晚上哦念玫瑰经。可是可以用我介绍给你们那本书爱这本书，抽出十天自己一个人，可是如果可能的话跟家庭丈夫妻子跟小朋友一起，哇，太理想，都会继续跟天主沟通，加强跟天主的关系，我都不怕。天主是我们的生命源，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希望。安排是天，为了什么？天主会爱你，关注你，加强你的力量，给你希望。每次我们大家知道吗？每次我们往弥撒，我们知道天主告诉我们，你们是我所爱的人，天上的爸爸爱我们。那弥撒开始我们知道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宽恕我们，治愈我们，
然后我们会高高兴兴的唱歌，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就是想平安，听道理，了解天主，更了解他，更接受他。弥撒中灵圣体，就是天主的力量，不是面饼哦，天主的爱的领到我们的身上，透过饼，透过那个葡萄酒，但是实在是耶稣他在圣经说过，我这个人，我是你的食粮，我是从天降下来的食粮。如果真的了解这句话，你我领了圣体圣血过后，我们要不要说我是从天降下来的食粮？什么食粮？天主的生命传给别人。所以弥撒多么的伟大，宽恕我们，给我们食粮，给我们饮料，给我们希望，给我们喜乐。耶稣讲过这个话，你们遵守我的话，我的喜乐在你们内，你们内的喜乐圆满无缺。这是我特别的祝福大家，不论有异性的关系，或是社会，或是家庭，面对什么困难或是大的挑战，天主的喜乐不会离开我们。那第二个部分，我要多少少少讲一圣伯多禄、圣保禄。这个星期天，也是六月30号、29号，教会嘛，整个的电视大会特别庆祝伯多禄跟保禄的葬礼。那他们两个人是可以说教会的基础。多少年前，耶稣特别邀请伯多禄嘛、安德勒跟雅各伯跟他的门徒来跟随我，不但是2000年前邀请伯多禄、保禄、雅各伯、若望邀请我，邀请你，邀请我们大家来跟随我，向我学习如何爱天主，如何相亲相爱。伯多禄是一个人，跟你跟我一样，就是他敢相信，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教会的领袖。如果天主能够在伯多禄跟保禄跟所有的圣人圣女的身上彰显出来他的伟大的力量，他的德能的话，也会在我们的身上呢。伯多禄当然也是一个罪人，也犯过罪，也怀疑过，但是后来他悔改了，成为我们的教会的基础。保禄原来是教会的敌人，破坏了教会，后来成为教会的基础。所以不论我们的背景怎么样，以接受耶稣的邀请的话，敢跟随他的话，没有不可能的事。这是我们的信仰，天主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在你的生活，在你们的家庭，在你们的人际关系，敢看一看教会面对很多的危机，很多的问题，世界上也是，哪一个家庭没有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会怕紧张，但是还是耶稣与我们同在。耶稣他休息，因为他不怕。那这个耶稣在我们的心中，如果面对危机，面对困难，面对大的挑战，耶稣在你的心中，不用怕。于是他骂伯多禄说，你怕什么？我仍然与你同在。那是我们的信仰，耶稣时时刻刻不断地与我们同在。有时候我们认为他不在，100%，他仍然还是在。耶稣他休息，
这不是很伟大的一句话？耶稣在我们的心灵休息，耶稣在我们的心灵休息同在，帮助我们休息，帮助我们放下任何的负担，任何的阻挡。因此我们希望这个星期说即使与天主沟通，抽出十天看做这个大的选择，天天抽出十天，透过圣经，透过爱那本书，透过念玫瑰经，我是安安静静的放下一切，沐浴在天主内与他沟通。不论面对什么问题的话，不用怕，耶稣仍然不但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主，我们相信，加强我们的信德，来到我们的家，来到我们的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跟我过去传过，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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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常与我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降福我们大家，叫我们充满恩宠与平安。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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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